後鏡嘅頂嗰個主一，呢個係做面人啦。喺 video game 當中，大部分講及一啲神嘅嘢，例如喺度竟然講一個神殿、神地、新耶路撒冷。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其实复活节就是要透过耶稣的复活，庆祝我们为子而接受到的新生命。在圣经，新的生命意思是指在生活中出现一次怪异或者一个转变，或者对人性、人生改变看法，又或者改变生活的优次、考虑模式。換句話來講，即是對生活有新的態度和做法，新的價值觀，和天主和人之間有新的關係。在福音表達出耶穌所宣講的教訓核心，不是一般宗教咁只重視規矩同法則，例如人只要忠實地遵守十戒，仲有《申命記》所講，你當全心全力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就是得知全部教训所做。但是今天耶稣所讲的新命令，就是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这个字是耶稣真正教训的心，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要爱他人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要做到这样相爱，需要对爱不但有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就要有新的行为配合，同埋跟他人有新的相互影響，呢個先至係考驗到我哋是否真正為天主。大家都要了解咩係愛，唔係真正。可以導致誤會。一般人對我的看法是有感情的，有吸引力的，喜歡的，或者當和喜歡的人一起感覺到幸福的，甚至連能翻起一切是感觉是甜蜜的特别的意思，和圣约翰福音所讲爱的释义图，他说爱是一种为了关心他人的幸福所作出的态度或者行为作
时对方唔领情，唔领情，唔会以同样嘅态度或者行为回应你，你仍然照样继续去话，呢种行为就可能只系耶稣会对嗰啲罪人同埋邪恶嘅人做嘅。不过对我哋嚟讲，都唔会咁容易去爱一个坏人、恐怖嘅人同犯罪嘅人。耶稣都曾经讲过，有人打你的面颊，也把另一面转给他。意思不是叫我们姑息他们所做错的事或者罪行，而是要爱仇敌，不同不好同恶人作对。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祈祷，求天主祝福他们，使他们改过，使他们可以在天主的爱里面和谐，感同他人生活。就是这样，耶稣的真正门徒是应该没有仇敌的。耶稣自己也都求天主宽恕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不是用在我们他们所做的事，而是明白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做的事，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爱，所以他们好需要天主的爱。在第一就成巴勒和巴尔纳巴的行动中，可以看到一种非凡的爱德。他们为了将耶稣的福音带给众多接触到的人，而遭受各种种困苦折磨，他们就支持和鼓励那些已经领了洗的人坚持信仰到底。在这里想讲，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需要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来表达我们对人的爱，而是要努力改变我们对世界、对其他人和对自己固执负面的看法。就是求耶稣被我们的核心告分，我们要彼此相爱，打破人与人之间仍可以破的成见，到时新天新地就出现。今日让我们趁这个机会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做紧一个可爱的关心人的、谅解人的人。对于这个人，我们真的是真心关怀爱惜的，但是对于这个人，我们想问爱慕道的点解咁呢？有冇关心屋企人、啲朋友、同事、同学等等？去爱就好似去爱我哋。
扶持我們是基督裡面的兄弟姊妹，和其他人分享我們的信仰和愛。我們就有沒有就是要透過一起合作轉化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為天主的愛求見證。如果你們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人世世人恩慈就可以認出你們是我的